们已经超认真的，我没有很，我没有没有认真啊，认真才不是这样子嘞，真的，认真起来他家可能对，变佛，变成佛庙之类的，洞变庙。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玩的是魔族，要改变他家很快哦。对啊，这种我最会喽。我们攻泰米他们。对啊，等新年过后再玩啊，可以玩过分一点。好了，我差不多咯。好哦。那你呢？我不要乱。现在几小时？三小时四十分。凑整数。因为我这边还没做完啊，那我就把它做完再关。好，那我陪你。好啦，啊，你做完再关。对啊。哎、欸，我家附近有深海守卫，太好了。说不定水下有什么东西。叫塔王，你看呐、啊，地表就有休格斯软泥了，超扯。你是附近有那个吧？有它的地洞。对啊，那个超烦，你到底怎么办？哎、欸，你可以用铲子附那个啊，装那个桶，挖掉它，至少有经验。然后不然你附培根，还能吃。不需要啊，修格是软泥的味道。对，那还所谓哦，这里。Hello， 看到你了，快点啊，让我游，让我游，快，喂，快！天哪，1.12有，1.12有这只怪，这很怪。把方块制成片装置即可。啊，方块可以变成片装啊，柜子也可以变片装，是不是？他们是要叫你做棺材吗？不是吧？不是啊，他们刚刚就是跟我讲说，你可以从方块变成片，然后片就可以装饰成棺材那个、啊、棺材啊。是这个吗？那时候我一直看到这个喷涂机，好像是这个东西。又有了，可以变样子就对了。我太久玩麦快嘛，我下沉速度好慢。那这个压力板啊。他只是把材质变上去，来一个宝箱。好到时候做看 NDIO 的东西啊，对，我要做 NDIO 的管子，对耶。那个中介珍珠拿了一组过来，然后一直没用。啊，还不就因为那个窗帘害的？都是窗帘害的。我记得我刚刚有拿一组什么？脉冲体啊，荧光石六四。有放在地板上的，从下往上，从下看的方法拿哦。要不要往看看深渊？不要。S A W 或者是锯子爬看看。不要让我玩那种听起来就很恐怖的东西。
具，电锯。好像没有吧？有这东西吗？感觉它能切的话，就算能切，只能切原版方块，就是模组的方块应该是不能切，我觉得。真渊就是你最爱吃的反物质腐肉啊，他就没办法，就刚好被我遇到啊，刚好被我遇到，所以我就吃他了啊。啊，好死不死，那时候就是刚好上满了啊，就刚好看到他剩一个，就想说吃吃看啊。我知道要把这几个箱子全部拆掉，太烂了。它只适合放全部一样的东西，适合放太杂乱的东西。如果有的话，这个的话就可以合成，就可以合上去了。这个又不行了。有观众可以比喻一下吗？如果除用发电机是的话，那蛋白质发电机是大概多少？除用发电机，我查一下好了。哦，你先忙你的啊。好吧，那还是我先忙的。我问观众就好了。哦、希望糖糖快上线，没办法、啊，未装吧，全部切成片当装置背景。哎、欸，它所以它是直接贴在墙壁、墙壁上是墙壁，它贴在墙壁上这样子哦。哦，除用主要是你的发电能量不高，就是可以用未装板、哦。对啦，就觉得。这个可能就只是做这种小机关的时候用的。好，我私下再用蛋白质。渲染有效果的字，发几次？等下记好了。What the hell？ 没有听到？是没听到？是是是是。好。哦、你要死，要死，要死！好好好好好，那个不要来哦。你找一下威灵顿牛肉，好。下界死。威灵顿，威牛顿，威灵。威牛顿，威牛顿是什么？牛顿。那个、哦、威灵顿牛排要炖牛肉、面团。蘑菇跟啊菠菜，好像有菠菜种子吧，所以我要种菠菜种子咯。看一下哦，菠菜，麦田，哦有我菠菜种子，哎、欸，这能干嘛？威灵顿牛肉又是种就可以出来了。用升级，除用怎么升级？是拿那个什么寒冰粉还是什么？你去敲它是不是？它的牛肉可以用豆腐代替，发电量不足，所以越好吃，反正就是补越多的东西，发电量越高吗？
然后让那位不是海灵顿吗？谁啊？海灵顿速度升级不是？我现在一堆速度升级，但是你看我的 GP 电量已经破百了。网路没学完美啊，不行啊，这是搞屁！家在哪里去了？加这个线也不能啊。来睡觉吧。好，晚安。晚安。拜。再不听话，雨月明天又会睡着。搞屁！那就无法度啊。哎、欸，还是放蜘蛛啊？它有效果哎、欸，它有冒泡泡哎、欸。What the fuck？ 我看到想说你会喜欢。No. 好吧，阿基不喜欢。要都放啊，都放哪里？你要放什么？他们说那一片一片的东西吗？对啊，就贴墙壁放吗？那贴墙壁也不能放啊。哎、欸，阿小雨怎么放的？一墙壁放，放地板也不行啊，按 P 吗 ？Kid， 啊，所以说升级上去是指速度升级哦，啊，我以为是机台升级。电线也不能伪装啊，我以为可以盖那边那样子盖上去，不行啊，那个要 AE 电线才放得了。转达了 ，AE 是这个吗？是哈迪这个吗 ？AE。What the fuck？ 我好像没有 AE 电线啊，那我做这干嘛？我家真的这些墙壁用这个超像 Oreo 的。Oreo 哪一个、啊？有闪长烟啊。哦、oh， ，冰旋风啊，不是 Oreo 啊。啊，做了一个垃圾。云月用的是 AE， 用他的试试看。没救，你丢掉了，垃圾桶的。嗯，对，销毁了。看一下还有什么。所以刚刚说的牛肉可以种是不是 ？Cheers， 威灵顿牛排。肉可以用豆腐。这个吗？排豆腐。完好，时间呢？各种尝试。豆腐，所以这个可以。感觉是好难做、哦。左键请雕刻。左 auto 打开菜单。What the？ 怎么？你是在大家来找茬吗？好小、哦，这个可以雕刻，这个，哎、欸，它是直接坏掉了，这个方块。你发生什么事？那种左键 auto， 就是左键，对，右键放置雕塑，左 shift 以忽略方块网络，可以改变。有啊，有一个什么哦深的，这个啊。煎食豆腐用油，切太麻烦了吧？这个哇塞，这不可逆吗？要不要改用培根比较容易获得？啊，培根补得多吗？那我那个稿子就附魔铁身那个什么培根，培根也不好获得啊，有很好敲到吗？我怎么听到僵尸传染的声音？鸭怎么了？啊，僵尸传染声音？对吧、啊？刚右下角跑出僵尸传染。哦，楼下啦，楼下那个。那个什么，另一种怪物会一直那个
哦，珊瑚那个。哎、欸，你家怎么了？楼下怎么封起来了？啊。因为我路还没弄好，啊，就这条哦，哦，懂了，在玩什么？在雕刻它、哦。你是自己雕还是他自己雕啊？我雕的啊。哦，自己可以雕样子哦。哦，对啊，可以啊。哦、好玩。哦，他是一个一个慢慢放回去哦。哇，恶心！这个可以玩很久，这个东西可以玩很久。不要，这个太恶心了。这可以玩很久，这个东西，你要雕成什么样子都可以耶。而且你还可以一个一个自己拼出小小的小方块出来的，那个叫什么？我可不可以放两个啊？杰克跑去玩 DOTA， 杰克跑去玩 DOTA 啊？对啊，团团一直玩 DOTA 啊！地板，你刮塌他了吗？好了好了好了，不好了，那、啊、这个可以这样子。你那把叫什么？钻石凿。凿？嗯。这可以这样子吗？哦。可以耶。加木棒。好。哇，他们三个跑去玩 DOTA。居然哪三个、啊？音乐、小雨、杰克，还不知道睡觉？哎，要拼席子。我只是想无聊乱乱拼而已。哎、欸，那你可以只雕他那个深色起来拼吗？可以啊。哦，所以他不是，所以我可以在墙壁上写字，你知道吗？所以他不是，我以为他是放上去是按照。掉了一个，哎、欸，那怎么换颜色了？哈哈哈哈哈哈！可以耶，怎么长这样啊？好好玩哦！好好好好好，又有新东西可以玩了。太棒了，太棒了！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耶。没有墙壁刮花，我要去拿新的回来。可是这某种程度来说，那强迫症会很受不了。这个点，它可以踩吗？可以，它是直接，它会挡路。好酷哦，好恶哦，拿这个再去装饰团团家，不要啦，要先全部把它雕下去哦，然后来拼字。对，我只是先把它拿出来而已，把那个几颗拿出来，我要写字。跟你借个钻石，我要玩。你要吗？给你。那我有，我有、欸，我直接拿。你有多做？我没有，就这一个啊，这一只搞。没关系，没关系。别做。他有时候应该去找个那个点阵图，然后就直接在墙上那个。这是找纸。做错了。那交换，我要看你那个。你要这个好像就只是找样子而已吧，把它的花色变。哦，我就是要这个啦。哦，真的假的？欸、对啊，凿子，凿子就是我是钻石凿子做去做，哎、欸，哎、欸，那不就我刚刚你是做这个？可以用没有？你是钻石凿。好、哦，哎、欸。
可以用超小的荧光石。哎、欸，对耶，超小的荧光石会发光吗？那你可以找这个吗？左键还是右键？左键进行雕刻。键，这不行。哦，放白。哦，哦，你这个不行。哎、欸，那我找这个要找很纯色系的哎、欸，不然。哎呀，对吧、啊？放上去颜色。你们知道已经有人跑到粉砖的私讯我了吗？没有啊，我们在雕刻东西。哎、欸，为什么就是有大嘴巴啊？天哪、啊！谁啊？啊，团团已经跑到这边来咪我。哦，真的是哦，真是哦，观众都是实在是赞不心哎、欸。这样子，我以后怎么开台啊？以后开台，以后怎么开台做坏事啊？怎么做啊？是什么东西？勺子，然后嘞，雕塑成三。哎、欸，团团，有叛徒啊！真的有内鬼，不会用，怎么用？一分方块，木头总有吧？啊，不懂，不懂，人家不懂。不懂，呵呵，对啊，没水准呢。打小报告这种人，白目，难怪被全班排挤。哇，熊猫出来嘞，好猛哦！可是你是，四个拼图，是假的。哎、欸，真的哎、欸，是吗？对，你没有拼在同一格上面，所以哦，它是四格，你要这样子去拼。那几干你啊？好可爱哦、喔，好猛哦、喔！没注意到哎、欸，我以为是直接挖下来是整块土哎、欸。哎、欸，在你身上哦、喔，在我身上吗？哦，真的、欸，哦，这个超不明显的啦。欸没拼好会怎样？是变哇塞天啊这个要怎么转向过去啊哇我不会放欸哦等一下哦，哇，完了！哎、欸，可这好不明显哦，超不明显的。哎、欸，观众，这怎么办啊？你们知道吗？还是这个开选单？好，走，左 auto 开选单。方形，看到吗？啊，人全部掉下来了。
要吗？不对啊，这样子 shift 左键，偷偷。刚好像不小心滑倒了。滑倒不是滑倒，拍谁？滑倒？哪里？哪里缺一块？哦，这样啦。啊？怎么了？看，哎，要点它旁边侧面是不是？就滑一下位置，你敲掉，你敲掉。啊，敲掉。你中啥？主要是上面刚刚你敲的上面那一块，你要微微对对，就是靠要斜斜的放。哦，侧面点它侧面啊。对对对对。啊。哎呦，我终于找到一个你们可以不用教我的东西了。可以慢慢玩喽，这个。哇，到时候这整面墙都可以弄那个艺术品这样子。对啊，完了可以玩很久这东西。我知道我下一个模组要玩什么的了。嗯，我要反正总之我要先去升纯色的方块了。尾巴，熊猫的尾巴是白色的，黑色那些都是假的。熊猫尾巴是白的。哦，以后就丢掉好了这个脸。酷啊，那东西，而且它可以远端，可以找，啊，这个应该不能找吧？这个，这能找吗？不行，我刚刚就找过了。不然我也很想找那个啊。那个灯就要放。对啊，它可以远端放哎。重启拼豆。哎，对啊，对耶，拼豆。还你，还你，我再回去做一把。哎，这个已经咬成这样子了。就扔的吧。哦，这个就扔的吧，就直接你直接拿身上，然后放右下角有个那个垃圾桶。好，然后放出来。早点送你吧，早点送你吧。哇，对我这么好。其实我原本是要做的是你那个凿子，我做错，因为你那个凿子跟我的凿子差别差在一样是木棍跟钻石嘛。你一个是左右放，一个是斜的放。对啊，两种不同凿子。嗯，好，四个小时了，该关了，该关了，该关了，嘿，整地下次再整了。好了，我期待我明天的影片吧，就直接画这个了。有东西玩了。哎，欸，对啊，3D 的，哎，哇，对呢。3D 立体，对耶，那个直接是弄那个雕塑，啊，雕像出来了。光石可以，好。收台，收台。好啦，大家玩啦，关台啦，拜拜拜拜。好啦，12点了，感谢大家收看啦。喜欢我怎么会有影评啊？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又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了，我哎。欸，到底有没有人知道这怎么加上去啊？我已经75%两天了，欸，三天了啦，对啊，做错工具可以换材质，我换材质，叠上去吗？荧光粒招办啊，我就想说那荧光我就直接插地上，然后就这样很不明显的哇，那我就不用荧光球加那个了，荧光加雪球，因为我本来想说看到那个谁旋律他的那个地板都是用雪球加荧光粉丢下去的，那一片也很亮。好啦，感谢今天收看。欸，可是 3D 也不太好雕啊，他 3D 要有东西让他弄欸，对不对？不好弄，不好弄。好啦，那真的要收台咯，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完了，等一下搞不好我不是在研究生怪塔，我在研究这个了。教主有声音，有声音。哎、欸，所以我地板是用听壳自动光源强化。哦，你是用那个鞋子吗？所以我搞错了吗？那再回答我，这个斗篷到底要怎么升到100%？那你再留言跟我讲，如果不知道就答不知道。哎、欸，我先关台喽，拜拜。